Con ajá.这个地方就行，把这个地方。
比如说你直径是21，你就往大了改，24、26啊，然后你在那左右，5个以内差不多的，然后这个就是选的时候得选这个，这啥嘛，就是分割线，按分割线打标，然后选完之后，然后出现那个线，双击就出现线。试一下那个字体，还是选第一个那一个就行。慢点，你点一下那0.02那个地方。OK， 然后那个设置一下，Focus lens。From your material surface, running surface to gallery head, this person. OK. 行，干碎了给你。尺子，别对着那儿了，因为那儿量不准，你松开下面的去。
Thank you.